感谢你再次收看保罗有约，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我诚恳的再次的邀请你们一起来关怀成全合一宣教，并且尊荣宣教士。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基督教芥菜总会南区服务中心游婷婷主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首先请游主任来对观众自我介绍一下。是，谢谢张牧师，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基督教芥菜总会的婷婷，目前在南区，也在认养部服事工作。目前主要的工作范围比较是经济弱势儿少的服务，那也盼望我们的服务真的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在社区当中弱小的民众，也能够种下那芥菜种班的那个微小的种子，也能够让他们都能够长大成树，祝福到别人。对，我们可不可以请你对观众来说明一下你们芥菜总会的使命、意向跟目标？是，谢谢张牧师哦。其实芥菜总会的成立，真的要先从我们的创办人，也就是我们的孙礼莲、孙师母哦，因为他是早期在1927年就跟着他的先生，也就是孙雅各宣教士一起来到台湾。当时他们夫妻对于台湾这片土地有一个很美的一个使命，那也看到当时的台湾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是一种就是百业待兴的一个状态，而且当时的台湾有很多孤苦无依的孤儿们，所以他们兴起这个怜悯之心哦，真的很希望能够为台湾的土地做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的孙师母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在台湾各地成立将近20所的育幼院，这真的是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好不容易可以得到一个家的感觉。那甚至也看见当时的一个汉生病患的需要，那也邀请了很多国外的医生跟护理师来到台湾去照顾这些病患，使他们的身心能够得到一个照顾。那也看见呢，像我们离我们比较近的好了，就是嘉南沿海一带有乌角病，不晓得张牧师有没有听过哈？早期很早期，很早期，对，就是乌角病在嘉南一带哈，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病况，很多人因为乌角病要可能截肢啦，那孙师母也很感念这些病患们，所以也成立了在台南的北门也成立一个怜悯之门的诊所，甚至看到我们的原住民同胞，早期因为记忆的不足，所以可能谋生是有困难的，也在花莲地区成立了记忆学校。好像是木工啊，或是护理班啊、保姆班等等的，所以我们的孙师母真的是在可以说是早期的社工哦，是一个先驱，来做了这么多助人的工作。那我们的孙师母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她说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所以我们芥菜总会到如今也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哦。所以我们的使命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带着像芥菜总班的信心跟盼望，然后能够来建立社区的支持网络，好让我们可以用助人的方式来传递上帝爱人的心意哦，就能够如同孙师母一样用帮助人的方式，可是我们一样能够告诉社区说上帝爱你，我们都一样非常的爱你。我们为你们芥菜总会有提倡一个口号叫双福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什么是双福？好，就有点像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使命是要用助人的方式来传递上帝爱人的心意。所以呢，芥菜总会其实从过去孙师母的工作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都是看见社区的需要，所以用助人的方式来进入到社区当中。像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社区服务其实就是经济弱势儿少的认养服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服务当中，我们去看见
在社区当中可能比较贫穷困乏的家庭的儿少，他们可能是照顾不足的啊，经济不足的，那我们去提供经济方面的协助。可是在提供协助的同时，我们是邀请教会跟我们一起来同工，等于是每一个我们所服务的家庭的背后都能够有一间教会来支持来关怀他们。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双福的行动，我们用助人的方式，用福利的方式来介入，可是我们后面都带着一个福音的使命，能够盼望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更新跟改变。所以双福就是有福音，一个就是福利啊，所以就是双福的一个含义了哈。可不可以请你们介绍目前你们芥菜总会有哪一些事工？好，我们其实芥菜总会有三大非常大的范围哦，就是说我们有安置服务，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可能早期的孙师母留存下来的，像育幼院的一个服务，在我们的新北的地区有爱心幼院，我们现在在花莲也有少年之家，都是比较是用机构安置的方式来照顾 这群需要照顾的孩子们，让他们在生命可能遇到困难，家庭没有办法支持他们的时候，仍然也可以有一个爱的机构来帮助他们。这个是安置服务，一直从孙师母到现在。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在发展的，就是社区服务，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在社区里面，他需要透过社区的力量来被照顾，他可能没有办法有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社区里面本身就可以长成力量来照顾这个有需要的人们跟家庭的时候，其实是更有力量，也可以更利己的。所以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经济弱势儿少已经十年了，这十年当中我们一直都是跟教会一起来服务来工作，来帮助这些经济弱势的孩子们。那我们也有很多孩子是透过这样的服务的方式进入到教会，进入到主日学，甚至 学器，一直等到他长大成人，让他能够接受这个福音。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孩子他有需要被陪立的，也就是说可能他不只是需要钱，让他能够得到饱足这件事情，而是说我们怎么让他能够长成人力，让他 有能够为自己的未来能够寻得一些方向，能够开始来找到自己的未来。那我们也开始做了所谓的青年的就业培力这样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群孩子们不是给他鱼吃而已，而是希望能够给他钓竿，让他知道自己的未来方向，以至于他能够找到合适他的工作。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透过经济弱势儿少服务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新的服务，就是在于青年就业培力的这一块。那其实我们也看见很多人可能他不是只是需要钱而已，他可能也需要食物这件事情。那尤其我们知道食物浪费一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是会一直产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去吃到饱，可是可能食物过剩这件事情是在台湾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台湾发生的食物过剩，可是我们服务的孩子们有些却是在挨饿，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两极化的状况，所以引发我们去思考说，哎，那我们可能也需要来做一个所谓的社区的食物银行，让有余的人可以把他的食物捐出来，然后让没有食物的人们可以得到饱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很重视一个，就是我们不要食物浪费，可是我们又能够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饱足，这个是我们后来在推动社区食物银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从经济层面到孩子的就业的层面，然后以及到社区食物银行的一个层面，其实都也是我们陆续在发展的社区服务的样貌。甚至我们现在总会最近也关注到
长者的议题，就是张牧师可能不晓得知不知道现在的那个我们中高龄的就业率哦的状况哦，就是说因为台湾已经进入到老年化的一个社会了哦，所以大家其实可能会面临到说中年会失业，或是到我老年的时候，哎，我可能我觉得我还有用，可是却没有一个值得有价值的工作可以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在总会也开始关注这一件事哦，所以我们也开始做长者的中高龄的就业培力这一块，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被创造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不管他是在年轻，不是只有年轻才有价值，当他到了老年人的时候，他也仍然是有价值，能够被创造价值，可以价值可以发挥出来，因为他是有生命有很多很多很丰盛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关注这一块，是希望能够引发我们的中高龄者能够再次来面对他的第二人生，然后再次创造他的价值出来，以至于他可以看见上帝他在他生命当中的是何等的宝贵。对，那这也是我们在看见社会需求之后来看见的一个需要。是，你们做的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事工，像日本现在劳工短缺，所以他们政府现在都鼓励中高龄的人再回来就业，所以你们做的是有先见之明，感谢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说想要请问你们芥菜总会透过你们儿少的一些帮助，有多少能够后来能够在教会里面落地生根，在教会里面成长。是，其实我们在跟教会在一起合作，应该是我们是伙伴了，一起来做这样的双福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每一个教会都有那个云彩般的见证，真的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甚至弱势的家长们，他们过去是不认识主的，那他们可能过去也没有踏进过教会，可是因为他的生命的困境，他也许他先接触了芥菜总会，或者是他透过一些教会跟我们合作这样的方案，他先透过我们的一个经济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人的需求有不同的层面嘛，就是从生理需求啊，慢慢的才会到那个生命价值的需求。那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在一个生命困难当中，他需要最被满足的其实是一个最底层的生理的需求，就是我要吃饱嘛，我要能够过活嘛，所以他先透过这样的服务，他进来到这个服务的体系当中的时候，然后特别又透过我们非常非常温暖的教会，我的专管，我们称之为专管，就是说的关怀跟关心，使他能够真的看见有上帝的爱这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个家庭，他其实是一个妈妈抚养五个小孩哦，所以可以看见那个台湾现在还能够有五个小孩其实是很不容易哦。他其实是在台东地区 的一个家庭，那因为先生的关系其实是夫妻非常的不和，那甚至可能有一些暴力的倾向，所以后来就没有在一起，那所以这个妈妈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那可能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等于是他根本也没有任何亲友的帮助，所以呢他生命已经算是走到了尽头了，所以可是他还是为了这五个孩子，然后特别找寻一些求助的管道来找来芥菜总会，希望我们能够提供经济的补助给他。那的确我们一开始我们也到了他家，也去看他，也真实了解他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要，那我们也连结了附近的教会，然后来一起来关怀他，结果他透过这个教会的专管，每个月固定的都去家访。一开始呢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敞开的，因为遇到困难的人其实很不容易相信人，
对，所以可是这个专管还是很努力不懈哦，就是每个月每个月去关心他，哎，然后让这个妈妈哎，终于觉得哦，就是他不是假的，不像其他他遇到的人，好像我遇到困难了，你就会不理我这样。然后这个他就觉得，哎，这个教会不会这样这样，他就是会很坚持的去关心他。那后来呢，哎，这个妈妈的心终于敞开，然后也教会也邀请这个妈妈进入到幸福小组里面。好，然后所以开始就有了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这个家庭。那后来慢慢的，这个妈妈就觉得哇，心里面就是那个好像失落的那一块渐渐的被充满了，被丰富了。那更有趣的是，这个妈妈其实她一个人要抚养五个孩子嘛，其实你就知道她其实经济也是很沉重，所以她其实一天要打两三个工作，要打工的兼职两三个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而知她跟孩子的关系也不好，是疏离的，因为根本没有时间跟小孩相处。那还好这个教会有客服班，对，所以就透过教会的客服班来帮忙照顾好孩子课后的生活。那甚至亲子的关系也透过客服班，就是我们这个专管的成为一个老师的角色来缓和他们的亲子关系。所以这个家庭不但进入了幸福小组，然后亲子关系也变好了，然后相对的他在心灵的那个心灵的受伤啊跟创伤渐渐的也被神的爱抚平。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案例里面，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教会其实都看得到。我们相信你们接待总会在你们的服事当中一定有很多感人的生命故事嘛，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是经济弱势儿少的案例嘛，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我们的社区食物银行，其实也是，像我们的社区食物银行针对的可能就不止，就是我们让教会跟我们合作，好，那我们一起合作，然后一样把就是把食物分送给教会认为有需要的社区的民众。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不限对象，好，不一定是儿少，也有可能是一些独居老人啊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教会认为有需要可以更关怀的人，透过食物这件事情是。然后前阵子我们就听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哦，就是说。在我们屏东的一间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长期在关怀的案家，其实是他的小孩其实是瘫痪的，是没有办法行动的，就是经过车祸之后是没有办法行动的。那这是一个这个教会很长期在关注的案家，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家庭的需要，所以他们每每送食物去，然后可能教会就会开始为他们祷告，甚至带着弟兄姐妹去他家祷告，然后期待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儿子能够快快的能够复原，能够行走。结果在近期就听到了好消息，这个孩子竟然能够慢慢的动了，而且能够靠着辅具来行走。这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跟激励，这也是透过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服务的过程里面才能够看见的，就是教会不灰心，然后真的看见需要，然后把我们一起的这样的服务的事工带到社区里面所看到的神迹奇事。目前台湾的疫情算是有控制的不错哈，前些时候比较紧张的时候，不知道对你们的事工，对你们的食物银行有没有什么影响？有，其实影响很大，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就说嘛，我们都要减少人与人的接触，可是关怀服务这件事是很难不接触的，因为我们就是要透过面对面的关怀，实际的家庭访视，甚至实际的带食物进去这件事情，才能够在关系上面成为一个连接。可是因为疫情，好像你就觉得
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互动这样这件事。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是因为我们有网络，而且是非常高科技的网络。你要是在十年前可能做不到，可是现在我们可以透过视讯，透过线上课程这样子的方式，能够来让我们的服务不间断。比如说我们的确因为疫情就要做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习惯性的家访，我们可能只能用电访或是视讯来代替。那习惯性的可能我们要一起到某个地方上课这件事情，我们就变成了线上课程，就是到大家一起在网络上课这件事。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最近在推动的50+这样子的方案，就是中高龄就业培力，我们就看见可能过去以为自己好像在数位人力很弱的这群人，可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很弱，可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不间断的开课，我们看到他们的学习力其实是很强的。然后也因为疫情好像逼得就是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然后不能够隔绝这样子，因为疫情而隔绝。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疫情好像某部分你好像做不到，可是某部分你好像在促使你要有一些新的改变，要有一些新的做法，也促使你没有借口。就是那个没有借口，意思就是说你好像你不能说啊，我不能去你家就不能做什么，并不是这样，而是反而促进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服务的做法的创新。而我们不能有借口说就这样子我们就做不到，而是开始要去思考，那透过其他的方式我还能够做什么，使我的服务能够达到对方的那里去。所以我觉得虽然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思考跟转期里面，可是我相信其实这也是一个促进我们成长跟改变。除了我刚才讲的50+的例子之外，像我们的青少年的就业培力也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办实体课程，可是我们转换成线上课程，一样在线上课程里面跟这些青少年做排卡的自我探索啦，做兴趣探索啦，或是跟他们视讯啊，来谈谈你最近工作找得如何啦，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促使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跟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服务模式。感谢主哈，我们都知道你们去年也刚成立一间圣经文化园区哈，我看起来很不错哈，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好，谢谢张牧师，真的邀请牧师一定要去哦。就我今年4月就去了那一次这样。那我们的圣经文化园区是在去年2020年的8月1日才开幕的，那。它是全台湾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就是依据圣经里面新旧约时期的建筑仿造而成的圣经文化园区。所以里面呢它有会幕，你看得到旧约时代的会幕，那你也可以看到耶稣时代的，比如说民宅啊，或是那个葡萄酒榨啊，然后或者是橄榄油榨的那个器具啊，甚至那个古井，你都是看得到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在园区里面沿途呢会种植的一些圣经里面会提到的一些植物，像石榴啊等等的，然后让我们能够比较身历其境的方式来了解原来那个当下是当时候的背景是什么，然后这个是怎么使用的，然后耶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尤其我们的园区其实是有导览，有导览的，所以非常建议就是说真的可以花一个时间去，不只是去看，也可以先预约导览，让你整个2个小时你是非常丰盛丰富在一个整个圣经文化之旅当中。那我想要特别提一个我非常有感的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其实是石洞墓穴，
对，石洞墓穴。那我们知道石洞墓穴 很有名的，其实是 我现在脑袋里面的场景，就是第一个是拉撒路复活的样子，再来是耶稣复活，就是耶稣在那个过世之后被送去墓穴嘛，被包裹啦，以及复活的样子。那其实进入到那个石洞墓穴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是蛮震撼的，就是说，哎，你他其实就跟一个人一般高，对，然后你真的走，你真的进去，然后看到那个平台，他是怎么包裹尸体啊？我们的导览都会解释当时是怎么包，用墨药啊，怎么清洗，然后用墨药包裹的整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再送进那个小石棺里面，这样子，对，所以这整个就会让我觉得，哇，就是哇，原来当时耶稣是这样被包的，这样有那种很有实境感。然后可是也会觉得，哦，很感念哦，耶稣为我们所死、所舍命的那一切，所以也就会更让自己有那种在圣经的理解上跟心理的触动上是更不一样的。对，圣经文化园区哈，对一些不能够到以色列哈的人是一个可以值得去看的地方，而且期盼台湾的教会很多人都可以去看哈，因为不如就是广读诗书不如就是亲眼看见。是是，而且你不用去到以色列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新北万里我们的就是孙理莲纪念营地就可以看得到，对，非常的身历其境。感谢主感谢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圣经文化的园区在这个疫情之下，不知道你们芥菜总会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因应时代需要的一个机构一个福音机构，就是说真的我们就是秉持的孙师母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需求。那因应疫情，其实我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隔离的，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很期待在疫情下这个所谓的后疫情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转换，就是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方式跟形式，包含线上。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也要小小的广告一下，就是我们的一样，我们的万里营地孙理莲纪念营地那边，我们有一个线上的祝棚节的活动。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因应疫情的时代，很多的时候我们祝棚节我们是需要大家一起欢庆的，可是我们透过线上的方式，我们就是让通晓以色列文化的牧师能够来说明祝棚节以及在这个当中的意义跟过程。一样我们也盼望透过即使是线上，我们仍然可以营造那个在线上那纪念祝棚跟我们纪念神的恩典的那个时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服务历程里面，我们不断要去思考的，也就是距离其实不要隔绝我们能够所提供的服务跟我们能够提供的爱。我想这也是我们非常铭记在心，也是因应这疫情时代所定下来的那个需要。芥菜总会一直在做双福福利福音背后相信也是有很多人要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奉献。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我们要如何来一同站立，一同关心一同带导？好，其实基督教芥菜总会很多的事工真的有很多的事工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专线我们的专线，那或者是上我们的 FB， 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一起来带导。那我们的官网里面也有很多我们的服务的资讯，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搜寻基督教芥菜总会，一起来为我们关心带导。阿门。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你来做结束祷告。好，谢谢张牧师。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创造我们每一位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主啊，你从来不轻忽看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谢谢你透过孙师母，谢谢你透过他的爱来祝福台湾这片土地。主啊，我们也愿你能够继续让我们基督教芥菜总会能够持续的保守这份爱，能够让这份爱能够透过更多更多有爱的教会们一起共同来祝福我们的社区，我们有需要的人们。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主啊，你从来不要我们躲藏，你要使我们能够成为那世上的光。主啊，我们谢谢你让芥菜总会能够被你来使用，也谢谢你让众教会能够被你来使用。主啊，我们相信这是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盼望你，主啊，即使在疫情这个时代当中，主啊，你的爱不会被隔绝，主啊，你的爱仍然能够永留在这世上。我们相信主啊，唯有你才是世上的君王，你会掌管这一切。主啊，你是我们的遮盖与保护者。主啊，我们将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我们将我们一切的盼望都交乎给你。只要我们带着芥菜总班的信心，我们相信凡属你的，你一切都成就。主啊，我们谢谢你也看顾我们的台湾十家电视台。主啊，透过他们的信息，主啊，你可以能够帮助这世上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爱的福音，能够更加的来将这十架能够将这十架能够定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相信主啊，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君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救命，阿们阿们。我们看到芥菜总会为上帝所做的事工，我们真的是感动。我们邀请观众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带祷。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再次的邀请你们一起来关怀成全合一宣教，并且尊荣宣教士，阿们。